有妙招来解开层层的问号，加上是非与懒放宝，一起合力解决丛林动物的烦恼，探索的路。在遥远的丛林岛上，身怀绝技的特工们时刻守护着丛林，但甜心博士的到来却令丛林岛陷入了新的危机。此时特工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力大无穷的一号特工幻影，飞天遁地的二号特工纸飞，擅长发明的三号特工蓝方包，还有我们速度惊人的新队员七号特工阿乌，他们就是丛林特工队。天狗食日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出现了一只叫天狗的怪兽，它身躯庞大，力大无穷，还企图吞掉太阳。就在天狗要吞掉太阳的时候，人们跳起了舞蹈，还用这支舞蹈成功赶走了天狗，保护了太阳。这就是天狗食日的由来。幻影，你又在讲神话故事了。阿乌，天狗食日只是个传说。你胡说，天狗是真实存在的。那这本书上就记载了天狗食日的过程，还有很多驱赶天狗的方法。阿乌要看看。阿乌，这不是本故事书吗？故事书？是的，阿乌，故事书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假的。才不是，我刚刚就看到太阳被吃掉了。你快过来看看，太阳要被吃掉了。天狗就在那里。纸飞，你看，我说这是真的吧？怎么会有天狗呢？这情况有点可疑啊。特工们注意，丛林岛发生紧急事件，你们立刻回基地报道。收到。报告铁甲司令，丛林特工队集结完毕。这是机渣刚刚传过来的讯息，你们看一下。太阳不见了，丛林特工队快来救救我们。大家都怎么了？看来是因为太阳不见了，大家都很恐慌。没错，这样下去丛林会乱成一团，我们得快去安抚他们。司令，我有办法了，你就等着看我把太阳找回来吧。幻影这家伙又想搞什么？正常的自然现象，只要再等等，太阳就会出来了。
现在不光太阳不见了，连湖水也沸腾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湖水沸腾？那边的湖水突然变得很热很热，还差点烫掉了我的毛。太阳不见了，湖水又不能喝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？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家不要怕，是天狗吃了太阳。这本书上说，只要跳这种舞蹈就能赶走天狗。来，大家跟着我一起跳。嘿，真拿他没办法，我得赶快找出真相才行。蓝方包，刚刚他们说湖水沸腾了。那我们先去那边看看吧，说不定在那儿能找到线索。真舒服，跟着我不吃亏吧。嘎嘎嘎！甜心博士，你又在破坏环境。那又怎样？现在有温泉泡不好吗？这还要多亏了我的十日天狗。十日天狗？嘿，它会收集太阳的热量，给湖水加热。有了它，湖水就能变温泉了。原来就是它挡住了太阳，造成大家的恐慌。哼，懒得理你们，温度还不够，得再高一点。太过分了，你这样岛上的动物根本无法生活。蓝方包，我们去把那个东西打下来，让仪器恢复原样。热能炮台。这不可能，他居然毫发无损。我的十日天狗能够吸收一切热量，你的热能炮台也不例外呀。消灭他们，十日天狗。可恶，湖月战车。我要把它打下来。哼，就怕你没这个本事。下去不是办法，蓝方包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放弃吧，十日天狗在高空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逃不过他的法眼？对了，只要让他看不清就好了。有办法了，直闯月岩。赤飞，把他打到天上。明白。你是怎么瞄准的？都打到云朵里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子弹，是乌云子弹。不好，有了这些乌云你就看不清楚了。哼，十日天狗，快消灭他们。
看来，现在乌云已经产生作用了。有了，只要我躲进乌云里，十日天狗就打不到我了。这只舞果然有用吧？幻影，你最棒了！幻影最棒啦！谢谢你，幻影。丛林突然出现一头巨大的机械猩猩，吓得小动物们纷纷向我们来求救，我们丛林特工队自然立马出动制止。去到现场，结果发现原来只是甜心博士在拍电影。原来甜心博士也喜欢做明星梦，就让我好好看一下他的电影是怎么拍的吧。我是特工幻影，跟我一起守护丛林吧。